I won't let you down. Ba-er-ritik. Let us press on. 我都变巨人了，还是我太重了？ Wrote it like I saw it, and so they walked on. 哇，那我还要丢东西耶，这样就很麻烦。睡觉了？没有，哎，我是疲劳吗？ 不然先睡一下看看。我不是疲劳啊，可以睡吗？可以耶。 Enough thinking about bad things. If I'd accepted my fate for even a moment when I was enslaved by the technique, perhaps even more than I would have been broken and turned into a help. ，王者山谷吗？王者山谷，拜托的桥，嘿嘿，王者山谷在哪里？ 解决不死生物在哪里？这，哇，这个任务实在是……王者山谷，我记得是那个桥啊。 让他解决哦，来访者。 记得我们贾鲁什大师的书房找到了书吗？我们找到了，现在我有点困。我们找到了一些东西，不过这话题比较私人。我们在花园等你。又在花园等我。 不管第一世界向你下了什么，不管他们阴谋多么邪恶，您都会用勇武之力击退他们，好奇的殿下。不管怎样，不会太久。为什么你觉得攻击会越来越？ 还没到时候呢，连接世界通道不稳定，第一次都觉得都靠不住，我们只看到一小部分。明月煞通过通道运送来攻击的巨队，明月煞毫不关心那无数众人到底怎么样，但是每一次攻击都让。 通道更加稳定，可能想到，不会有多久，通道会变成格拉利昂与第一世界之间的坚固的桥梁。我觉得尼维萨在戏弄我们。几年前，世界之力才刚刚建立，如果他全力出击，我们不可能停手得住。我敢断定，因为一些原因，他需要我们活着，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没用。 他才决定把我们全干，我不这么认为。
包饼的诅咒是一个不稳定的通道，沟通格拉利扬和第一世界使用的越多，通道就会越趋于稳定，这就让弗勒萨可以运送更多强大。认为你们两个看法都对的，通道越稳定，攻击越强力。他的确有时间让我站稳脚步，那需要多久？猜他的力量通道接近顶峰。准备好，又要准备，到底要准备什么？ Godspeed。我都不知道我要准备什么，每次都叫我准备，然后我每次都不知道到底要准备什么。算了，我们去慢准备。Without a doubt。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你的伴奏人到底要说什么。太装备。Gervas, Gervas, mi amor。快点，你好了。哇，他好多书哦。是不是有些书可以搭在他的？加木棒。伴奏人兄弟到底说了些什么？怎样人呢？哦，花园在上面啊，他不是在悬崖啊。我找到了我的部族，现在我们只需要上门去展示一场友好的会谈。那关于奥克塔维亚呢？我已经知道了，事实证明他是……啊，不要说。你是如何挖掘出所有真相？哦，那就是另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查阅贾努什的书信有一阵子，找到他从哪里买我们，从谁那里买的，还有谁曾经帮助过他。我们找遍了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但是追寻这些线索意味着我们要穿过整个纽维瑞亚以及半格列王国，虽然这从未有过真正的平静，但你们可能会记得，当时的这确实不如现在，是吗？我们停止前进，雇佣一个勇敢的水手和一名优秀的探子代替我们调查，但我们不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对吧？他们追寻着蛛丝马迹，最终替我们发掘出所有事情，好吧？几乎所有事情，最关键的部分，等我们拜访我们亲族时，阿赫塔维亚和我会亲自去探。想要复仇吗？我不是很肯定我想要的是什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许只要看到这些怪胎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被直男认真介意惩罚了一顿，对我来说是满足了。下水道的老鼠等等，笨猪。他称自己为瑞奇部落，他们与兽人通婚，目前为止还不赖。他们喂养后代方式就像是圈养群种的。啊！迄今为止我被卖过两次，第一次是
是被我那兽人我总帮的母亲为了一点钱就把我和我的兄弟推给别人，再也没来见我。他为了养父决定我们中留下哪一个，哪一个必须卖的，一切都被当一只动物般的对待。听到你不会叫，但是你确认自己已经好了。好吧，我们去见见你的父亲。永不为奴，阿布塔维亚。说起来，我们还没正式做介绍，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奥克塔维亚·戴拉菲奥。我和贵族脱血的继承人，我和家族庄园，甚至还会有着足以家族文章。这么说，你来自贵族家？我一开始我几乎不敢相信，但总体来说，像两个都是在阿菲尼奥女侯爵走丢了女儿，走丢了，他们怎么死去的？你怎么找到这些东西？我们费了许多精力，翻阅过了贾姆斯的账本之后，我们不仅发现关于我们自己购买信息，还发现其他很有价值的数据、关系供应商交易地址。我们不能抛弃你。你雇了一个佣兵，那两个人都讲一样的话。找到我的家族还相对容易，侯爵已经亲自来找我了，他们只需要将相关信息。这么一拼凑，很快就意识到我就是那个戴阿菲奥尼家族丢失的指示。然而能找到对共和部落地区一面可以调查事实的镜子，我们可是付了雇佣兵一大笔钱。是他唯一的女儿，真的。我们母亲是家族最后一个人，她生活在皮塔克斯，住在一个小镇的屋子。我想要去拜访她，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如您所愿，阁下。能在这个旅行中侍奉您是我的荣幸。阁下不，我不能侵害这阁下。我竟是一个女侯爵，你能想到吗 ？OK， 高贵的心，高贵。多了两个同伴任务，还要搞好多个同伴。好吧。就玩到这边吧，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这样吧，拜拜。